干嘛呀？歌挺好听啊。你不觉得这样搭讪挺不礼貌的吗？是吗？我觉得还行吧。耳机还我。我听一会儿呗。对，我喊人了。这一个人都没有啊！你要喊谁呀、啊？小流氓。哎，你真喊的，我逗你呢。那谁不给我的？刚才那个人偷拍你，怕你自己在这儿不安全。我谢谢你呗。那肯定的呀，耳机还你。你要是真想谢我，那咱加个微信呗。我手机关机了，下次吧。提升度好吗？咋样啊？不怎么样。你刚才为啥站在那儿？下车呀！你不是我眼睛不好吗？不好，下回不用你。哎，别。